来，来给你吃鸡腿。谢谢爸爸。哎呦我的妈！儿子，三个五怎么等于五百？你要是能做到，这一百块钱就是你的了。钱是我的啦。嗯，这对吗？不对吗？再想想。10元一次。对啊。再我来一次。好吧。哇。哎，再来一次。不了，我妈说了，做人不要太贪心。啊。这次亏大了。如果你搬着二变成五，你要是能做到，这一百块钱就是你的了。好。这不可能。姐姐在那什么？什么？没有啊。弟弟，咱俩换一下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嗯，我赢了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嗯，女儿来吃鸡腿。谢谢爸爸。姐姐，咱俩换一下。儿子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哪来的钱呀？是不是爸爸放的钱啊？儿子，多少岁月已流走，多少时光一去不回头，刻在我心中你的吻。女儿，一笔写错字，你要是能选出来多少，我给你多少钱。真的？真的，最多写出来个9。给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没电呢。爸，你别打我了，我写作业不行吗？我写作业不行吗？儿子怎么了？啊？这孩子！哎呦我的妈！爸，什么爸？有啥事儿回家再说。哎，我的钥匙呢？
在马路边上呢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不是说让我回家就说吗？这孩子。哎呦我的妈！找出五个数字，你要是全找到，这100块钱就是你的了。好，我找出了一个7，一个6，一个0，一个1，还有什么呢？3、2，等一下，我要这个。好，开始。我喝完了。我也喝完了。我先喝完的。我先喝完的。我先喝的，爸，我取一百。好，爸，我取一百。好。等一下，这我的钱。这我的。这我的。这我刚取的。这我的。这我刚取的。你别打我了，我写作业还不行吗？爸，你别打我了，我写作业还不行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加油！加油！我叫你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我叫你为锅里加油！翻锅！哎呦我的妈！拿我手机干嘛？这我的手机。这我的手机。那你输一下密码看看。看看我的手机吧。那
我的手机呢？